三根四，怎敢留二道五根？二想个根！老汉来杀，杀，杀你来也！叫我，啊！
教书老，不如将他释放了。家里自保气愤啊，此断刀将他埋杀了啊。他无罪人斩首啊，难怀妙，能想起小姐呀，是我奉了家业之名，学子骂放，直杀溃儿相公，大宠小姐休劳其过。小姐一言将我敲坐，教导以山，参众啊，老报告。你这言行跟山，意义如何啊？此老汉荒言大道，奉了家业之名，学子无邪无侯，无作无有，插风盗贼，砍收万贯的家产呀！小姐言道，你哪里是砍收万贯的家产，分明是奉了我那狠心朝的爹爹之名，取之麻烦，此杀溃儿成功，是日夜不食，只有被你顶，正道于你，取之麻烦，见了溃儿成功，杀！在于你放一品，在于你小姐言罢，严寒毒雷抽身即我先放了安全家。小姐趁我阴凉，分明是让我死而成功，而成功一家又是如此的悲惨，这啊哎，而成功老汉不杀你了，只有背一顶斩刀与你，你果子讨生去吧。如此多谢老辈。老辈，你若将学生放走，要是家有问道于你，你又那何言大对呀？再告来来，趁你手中刀快，来将学生杀了吧。相公啊，二相公，你这两句话
倒把老汉了喽！老汉，趁问故，行笔发难的多喽。我今舍命将他还，不受这顶住二相的功。你看，哪怕有人杀你来了，在哪里？在黑马店。老贝，老贝。那当时为什么会想用这个剧目来应对入木三分的挑战呢？我觉得入木三分，首先它就是就是说要有看点嘛，还有一个就是戏的深度嘛，对戏的了解嘛。我们看看老师对刚才的表演，你们满意吗？志林老师，你今天这个一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这个入木三分，我觉得你今天入木一分半都没入到。入木三分的这个题材就是人物进入你内心了以后，你用你自己的情怀展示你自己的能耐。其实艺术是这个环节里面是心智情趣的一种展示，接下来要更加细致地琢磨这个人物给你传递的一种情怀，要用你自己的领悟以后的感受来传递给观众，达到大家在一起的心神合一。谢谢老师。巧如老师怎么说？我觉得还不错。从他的表演哈，前几场，还有就是上一次我看你的那个表演，确实比以前要入木三分多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有一位跨界推新官，蔡教授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，看了这一出表演，你怎么看？啊，韵味十足的那种唱腔。根据他的那种染口，根据他的翻贴，很好的塑造了一个义薄云天的义朴的形象。今天呢确实有点稍微有点遗憾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现场雷云战队表演的100位戏迷朋友们，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投票通道。如果他们的表演打动你们的话，就请投出你珍贵的一票，一票代表一分。我们三位川剧推新官老师，你们每一人手中一共最多有9票，你们会把手中的票投给他们吗？3、2、1，请投票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雷云战队入木三分竞演最后得分，请看大屏幕。